再次热情掌声给 Wedding 陈伟霆。好，那我们先让媒体大。好，我们换看不同的 pose。一个人哦，一个人。好，一个人。好，老师们，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pose。大哥们很热情的帮你这样子捕捉画面。相信等了非常久的时间，终于发片，终于举办这个签唱会。不只是 Wendy， 不只是他的粉丝朋友，相信他的恩师曹格也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好，我们家的 Wendy 呢，他可以甜美，可以可爱，又拥有实力。好，这个签唱会心情是如何？跟大家说一下。我刚刚过来，看到这个图，我就吓了一跳。不敢想象，是不是？对，因为蛮久了，刚来台湾已经四年了。嗯，对。然后突然间发现，好像、因为我平常没有什么事情，都会待在家里。那有感受到粉丝的热情的支持吗？因为有很多的粉丝其实从一开始就非常的支持你的。啊，我又认出。对，他们有没有私讯你说给你加油打气？对吗？我手机不知道在哪里。哦，我说平常啦，我说平常不是今天。平常也是要支持你啊，不是只有今天。平常有看他们留言啊，然后给你打气吗？有，我都会看。都会看，是不是？对，给我一个像家的一个环境，然后工作人员都很。对，然后在我不相信自己的时候，我就会点醒。虽然有时候用的方式有点会让我的问号，这样他都是一句话要走掉的。点到为止，这样。对，点到为止。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其实那个 Wendy 在一开始会被挖掘，其实是因为有做那个 cover 的作品，然后被看到，对不对？那时候 cover 的作品是算是是非常享受其中的吗？对，那个时候学生嘛，所以根本没有想很多，就是听到什么歌，我觉得很好听，就唱，然后就唱，然后就唱。那因为接下来要表演的这个歌曲啊，好像也是跟当年的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连接，是不是？要不要讲一下？对。当初吗？跟我讲一下。对，当初。当初，我听到了《看过我的爱》，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大二，然后就觉得哇，好好听，然后就跟朋友录了一个 cover， 然后就把它丢到网络上，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的老板看到了我的影片吗？那个是什么？影片。然后就来到飞来的台湾，然后就开始培训这样，然后所以这一首歌有点像是我的起点吧，就是被注意到的歌。然后今天我带了我的吉他，然后他叫 Coco， 跟他叫做 KOKO。你说他有名字？他有名字，因为他是巧克力的颜色。哎，你要用心听吗？哦，用心听，是是。然后这个是大家辛苦了，辛苦大家。好，那我接下来讲，掌声。
心在拍。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呼巴掌其实最重要的是不是呼的那个人，是被呼的那个人哦。哦，他说我呼你巴掌，我如果没闪，对，你如果反应做的不足，就是你知道重点在被呼的那个人身上，你反应要做到超足，你要抓到对的时间过去，然后那个速度也不能是慢慢的，你要你那个台词有背好哦？没有。所以我准备小抄啊，好好好，狮子精神唱这个不好哈，好好好。魏璎珞，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推脱我的命令！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是紫禁城，是长春宫，不是富察府，一切呢都要以皇后娘娘的需求为优先。你，我今天要告诉你，我是祖子，祖子，你是奴才。我觉得刚刚他的声音声音都太恶了，对不起，因为我们那些公平罪，因为我们感觉如果没有看到我们这边干嘛了，对，听到我们那个抽泣，我们在干嘛？抽泣的声音，对。可是我们刚情绪都做很满，我感受到你的情绪。对呀、啊，你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就是不想要让对方，他是不是有点害怕了？对啊，我觉得他想说怎么娱乐圈那么难混，很满，就是而且你要 action 那一刹那，我又不是 Wendy 了 ，Wendy，Wendy，我们你就不是 Wendy， 你就不是 Wendy。我今天是魏璎珞，你是比较冷静的那一个，那我就是潇洒吧。对，那疯的地方我觉得你刚刚没有很冷静耶。我刚刚哦，没有，我是演我相对起来，对对对，相 对，你也可以加你自己的风格进去。对啊對 ，OK 吗？你现在闭眼睛是要进入角色的意思？好啦，进入角色。那我们4:30回来。而且真的拍戏最害怕的就是前面很多摄影机在对着你，所以你绝对不要害怕前面的目光，好不好？好不好？你看刚刚放多开，你看我平常那么正常，然后刚刚也是变那样啊。会不会平常也是这样？没有啊。对，所以要放开所有包袱。我是魏璎珞。对，是魏璎珞。好，那我们你 OK 了吗？我们要进入角色喽。好，我们要随着我的3、2、1就要开始了哈。好，我先讲哦。好，3、2、1 ，Action。我等下脸要怎么闪、oh, OK 不好意思刚刚 NG 对啊我你刚刚怎么样、欸、我没有我要这样很快就闪对你抓到点的时候你就可以闪过去了对对对对对然后出一点声音什么都可以、oh, 都可以我要给你情绪补充一下因为黄伟晋是一个非常敬业的艺人他一次都喜欢来真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自己会打到所以你等一下呼他呼打真的我跟你讲如果你真的打到没有关系因为像我们这种前辈啦就是前辈，对，学长，就是、就是、被新人如果害怕的话，我们就是说你没关系，你打真的，快点抓到机会，你真的打到的话，真的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顶多算我骂你而已，没有啦，开玩笑，你真的打到也没关系，真的，你自己你知道 freestyle 好不好？只要进入角色，一切都是对的，好不好？来喽，3、2、1哦，好，3、2、1 ，Action， 魏璎珞。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推脱我的命令！你脚下这片土地，等一下，你怎么马上笑场？你写笑场？对啊，你写笑场。没关系，对，要 hold 住，不能笑场。对对对对对，对，就想象我真的是一个很讨厌的人。对对对，在导演喊卡之前，你必须要把它演下去。对对对对对，没错，可以哈。笑场你也可以顺的是冷笑啊，就是这种全部顺下去。哎、欸，你真的好适合演宫斗剧哦！其实我一直在想那个台词，你知道，因为他很多那个没关系，什么紫禁城，你要讲西门町，你要讲东区都可以，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教学是在借位。好了，来，放心放心，来喽，随便你怎么讲，好，好不好 ？Take 三 ，Action， 魏璎珞，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推脱我的命令！你脚下这片土地是紫禁城。是长春宫，一切都要以皇后娘娘的需求为优先。对吧？我今天就要告诉你，我是主子，你是奴才。你好高啊！啊！还是豁得大。你好好，热情掌声给他们。你好高啊！你蛮会演，你怎么点点加三挖工？他第二次很好哎、欸。对啊，刚刚在讲说不行，然后就对就可以这样子。因为我前面一直在想台词啊。哦，我跟你讲，你就是对。